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勾手一招，快速提高。荷兰货币分为吨和分，一吨等于100分。所有的硬币都带有荷兰女王的肖像，另一面是简单的格子图案。一吨的边缘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字样。一荷兰盾等于0.560美金，在2002年逐步被欧元所取代。曾使用的银幕肖像纸币有：五吨纸币里有诗人丰德尔，十吨纸币里有画家哈尔斯，25吨里有作曲家斯韦林克，100吨里有海军将领鲁伊特，1000吨里有哲学家斯宾诺莎。自从加入欧元区后，荷兰货币逐渐弱化，1欧元等于2.204荷兰盾。随着国际化的发展，消费种文化功能开始走向弱化，欧元文化功能开始逐步兴起，影响力也直追美元。